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尽量保持呼吸是顺畅并且是稳定的。如果你觉得动作已经熟悉了，就可以用自己的呼吸、自己的节奏来做，不需要和我一模一样。准备好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用瑜伽来练习我们的核心的力量。在瑜伽的很多动作呢，你可能会感觉到都是拉筋伸展比较多，其实核心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打开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将手掌心朝上，再往上提高，让手掌心朝后。前面的动作呢，我们的手都是保持这个姿势，吐气，手放松下来，吸气往上，掌心朝后，吐气，手放松，最后一趟。下一个吐气，将膝盖弯曲，我们来到椅式，向上提，吐气，椅式，吸气向上，连续做几趟。记得用你自己的呼吸来决定你的速度，速度可以不用跟我一模一样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觉得太快了，就放慢一点点，试着加上胸口和后仰，吐气是吸气后仰。我们再做一趟，停留在底下，肩膀打开，掌心朝下，让脚轻轻地往下蹲，小小的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往上提，移动一下脚喽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后方的脚脚尖稍微打开，吐气，膝盖弯，手握拳，重心朝后，手肘也朝后，前方的右脚勾起，往上提，后仰，后脚脚跟离开地板，连续动作，吐气向下，吸气往上，重心跟着一起，你的臀部向前送，再向后推，最后一趟，稍微停留，双手扣住，背往上提高，身体向后仰，吐气回到中间，相反另外一只脚。我们刚开始呢，用大幅度的伸展，大幅度的活动，让你的身体快速的热起，往后，往上，手尽量经过一个弧形，从最低到最高，手肘和身体一起向后，一起向前，最后两个，一样准备停留，向上，双手扣，微微的后仰，吐气回到中间，放松双手，将双脚打开来，与肩同宽。我们来到拜日式的练习，手臂往上提，吐气前弯，掌心撑住地板，双脚向后，来到下犬，脚跟向下，臀部往上提，重心向前送，选择你的膝盖离地或是跪地，手肘弯曲，身体向下，往上提，上犬，膝盖轻轻地离开地板，双脚踩好，回到下犬，两只脚送回来，手臂向上，合掌吐气，再试一趟，往上提，吐气前弯，掌心撑好，膝盖弯曲，双脚向后，下犬，掌心向前送，吐一口气，手弯曲，身体往下，
肩胛骨收紧，上拳，双脚踩，下拳，两只脚送回来，身体回到中间往上，合掌，吐气。我们要加上一点点核心的变化喽，手臂往上，吐气前弯，掌心撑好，双脚向后，重心向前送，让身体往下吐气，上拳，回到下拳，再次的让重心往前，脚稍微移动往后大步一些些，我们让两只手轮流，手肘往下，右左上上右左上上，最后一个右左上上，停留在底下，右左，双手扣好，吐一口气，脚跟向下，臀部往上提，来到海豚的动作，你的头顶要保持离开地板，膝盖弯曲，让双脚轻轻地跪下来，掌心撑好，脚向前送回来，手臂往上，合掌吐气，再试一趟，往上提，吐气前弯，手撑好了，双脚向后，下拳，重心向前，这一次直接给我你的手咯，左手先下来，下下上上，再躺下下上上，准备停留，下下，双手扣海豚，脚跟往下，臀部往上提高，重心向前，膝盖微弯，轻轻的跪回，手掌心撑好，左脚向前，右脚送回来，打开双手，合掌吐气，向上提，吐气前弯，接下来我们要加上一点点的平衡，同时来到我们的侧棒式，将双脚向后，一样我们从下犬式出发，重心往前送，脚尖向右转，打开你的右手，吐气盖下来，我们再做一趟，向上盖回来，最后一个向上，右手盖，右脚向前，来到弓箭步的位置，左脚的脚跟离开地板，手臂往上提，肩膀放，身体微微的向后仰，吐气，重心往前送，让你的右手放在右脚的前方，左脚轻轻的离开地板，左手往上提，吐一口气，膝盖弯曲，手跟脚一起放回来，双手向上，吐气合掌，左边往上，吐气前弯，双脚向后，从下犬式出发，脚尖朝左，打开左手，吐气盖下来，再两趟，往上提，往下放，最后一个，手回来之后，膝盖弯曲，左脚向前，脚跟踩好，身体摆回来中间，双手离开地板，肩膀放松，后仰，吐气向前，左手往前一放，右脚离开地板，松开右手，向上提高，膝盖弯，手脚一起回来，双手往上，合掌，回到身体的中间，
吐一口气，打开双手。最后我们来松一下你的肩膀吧，将双手打开来往上，右手搭在左肩的上方，左手放在手肘，让手肘往下，保持这样的位置，让身体向左，臀部向右，同时把膝盖弯曲，让臀部稍微的往后送，身体来到一半的位置。吸口气，让双脚伸直，伸展一下我们的背部，尽量的往前延展和打直，膝盖弯曲，身体打开，再送回来。相反，另外一边，左手放过来，右手搭在手肘，先轻轻的往下推一下，让臀部向左，膝盖弯曲，记得屁股先往后推，身体向前，双脚伸直，延展你的背部，吐气，膝盖弯，身体摆回来，双手放松，轻轻的甩一甩，将两只手放在身体的后方，肩胛骨往内收紧，保持这个力量，臀部往内收，手肘向下提的力气。吸口气，胸口打开，看到天花板。吐气，身体前弯下来，手继续往上提高咯。如果柔软度够软的人，膝盖帮我伸直，将两个肩膀继续的往内收，同时离开我们的耳朵，膝盖微弯，手放松背在背后，让身体回到中间。如果你觉得腿后侧太紧，我们只做手也是可以的，手臂往上打开，肩胛骨向内收，拳头向下，臀部收紧，打开胸口。接下来前弯的时候，膝盖弯曲，微微低头，保持这个动作，肩胛骨向内收，肩膀远离你的耳朵，让拳头轻轻的往上，再放松，上下上下上下，最后一趟，吐气，手放松，来到前方，双手扣住，掌心往上推，吸气到你的最高，吐气，解开双手。我们再做两回，扣住手，向上提到最高，深呼吸，打开双手，吐气，最后一个，手扣住，掌心往上，背往上，打开胸口，放松双手，让手回到大腿的两侧，让身体回到中间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身心都觉得很舒畅呢？如果想要保持这样愉快的感觉，我们每天都花一点点的时间给你的身体，身体会给你更多的回馈的。身心是互相影响的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心情郁闷的时候，就把瑜伽垫打开来伸展一下吧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